表演艺术家李兴民于2018年3月3日凌晨5时25分因病去世，享年67岁。李兴民从艺近40年，主演影视作品千余部，凭借质朴真诚的父亲形象深入人心，有着国民父亲之称。李兴民1950年9月20日出生于山东蓬莱，1974年考入新疆军区文工团话剧队，1980年参演首部作品《新疆奇趣录》出道，随后主演了《袁隆平》《走西口》《打寨门》《圣雕英雄传》《摊牌》《十八个手印》等观众耳熟能详的影视剧。李兴民也因真诚的演技为观众带来感动。2005年因摊牌获得第5届百合奖最佳男演员奖，2009年因十八个手印获第9届百合奖最佳男演员奖，第16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男演员奖，2011年因老詹获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，2013年获得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为我的长辈最佳表演奖。在近几年荧屏中，李兴民在《今生欠你一个拥抱》、《金婚风雨情》、《咱们结婚吧》、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、《野鸭子》、《岁月如歌》、《于无声处》、《酸甜苦辣小夫妻》电视剧等剧中出演各式各样的父亲角色，不少演员做过他戏中的子女。李兴民的演技平时中见功力，在《金婚风雨情》演技的偏瘫父亲，更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，对角色反复琢磨，演绎得非常传神，不仅让观众称赞不已，拍摄现场郑晓龙导演也拍手叫好。自他入演艺圈，李兴民兢兢业业本饰了很多经典角色，在荧屏中带给我们无数感动，每个人物都在观众心中记忆犹新。李兴民凭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，精心琢磨且认真完成每次创作，深厚的功力与敬业的态度深得同行尊重。生活中李兴民为人和蔼谦逊，性情豁达，为人为戏，可谓典范。